凌晨12点多，惠村的那个村委会对面的那个对台铃电动车的那个店铺那一片着火了，还挺大的。昨天晚上，驶入新路线，新路线用时接近。啊，中间第二个是超市吗？我超市超光了，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超市嘛都没有了，超市。那老板亏大了，老板超市。哎呀，买几天？哎呀，哎呀。我的车很疯啊，怎么也不要不。啊，电动车都冇车啊，自己注册冇做咩啦？哎呀，万三千买自己用。系啦。即系点啊？青岛黑人开车撞到行人民警车，监控视频显示，8月10日，四个年轻人身着黑衣，戴着口罩，驾车撞到一家商铺的卷帘门，抢劫物品。整个过程持续6分钟，他们根本不顾及马路上的行人。
那边去。你在哪捡的冰块啊？就给那个天上掉的。哪儿？那坐的地方嘛去看。天上掉下来的吗？嗯。在哪儿了？在哪儿？哪儿？这。这。哦。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正好遇过来。啊。动手。动手。你跟着看见掉下来了。就从这上边啊，从这掉下脚底上了啊，往田野送了，往田野送下来了，嗯，老冰了慌，我这你看这么热的天，它上面掉冰块，下了冰雹，你瞧瞧，我这点老脏，啥味儿？凉的，哎，快快拿回家拿回家，快点，快。就是应该是南在刮风，它是在朝东在走，像是那个在天庭上有一个仙人在走好兆头的那种感觉。草多一些啊，但是呢，我相信从这个草堆里边
你们大概能看出来是什么车了吧？续航400多公里，450公里续航的啊，2019年上牌的，在这儿放了5年了。这个草长得比我都高啊，一大片啊，总数呢是800多台，一个时代的产物啊，就在这儿停放了。来，给你们看看内饰，门是能打开的啊，看到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膜都没撕的新车，在这儿整整停放了5年。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9蒸9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9蒸9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